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小孩对这个孙杨的比赛。小孩用的是三问哈，对手也是三问。小孩很多人都关心他的这个97水平如何啊？你要说主力的话，那他确实哈，也就是大概一线出的水平。但是你要说这个三问的话，那他绝对就是一线顶了哈。不但是一线顶了，这一波打这个安徽的这个前三或者说第一第二吧，你看还把他给秀了啊，直接连续的无限飞翔脚啊，接一个必杀。太帅气了哈！有人说这一招是不是无限连啊？说真的哈，也可以说是无限连，但是它不是那种民工连哈，是有一些难度的这个连招。当然了哈，霸王啊，不是这个小孩呢，因为他本来也是不怎么玩九七哈，所以说能够秀出这种无限连，对手也是没有责怪他啊。你能秀我，那我觉得你牛逼啊，你舒服。刚才确实很好啊，这次脚刀直接被一个重拳接秦月阳啊，这个金家潘呢也是带着不错的战绩啊离开了舞台。现在来看看这个千鹤打这个小提琴，好CD住持晃一晃啊，真身过来下拍，再住持抢招。孙杨也不是那么弱的啊，虽然说喂升龙，好逆向，那再来这下防住了，漂亮啊，直接反接。看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精彩啊，战敌好支持过来啊，顶门一针，看看如何来折。哎，中招，漂亮啊，折一个身后，好先展开一下，避避锋芒，直接反击跳低。好能量闪，哇被 AB 躲开，直接啊秒杀。好的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啊，关注修修不易走丢。